哎，那你说相亲的事儿有谱没？咋没有呢？就咱们电视台的相亲栏目，你看过没？看过。我跟那导演可熟了，我吧就求那导演给你留个名额，你上那上相去。你说那啥样女的没有啊？对不对？你脚踢手扒了，你想看啥样看啥样的。能行吗？咋不行呢？你说行就行。我看我也行。要不你咋能相中我呢？当初。叮咚！别瞎多说。叮咚叮咚叮咚！哟，这回是导演来了。我接他，你上那屋躲一会儿去。这什么玩意儿，拿不出手啊！我不是怕你拿不出手，我是想让你给导演一个大惊喜。我给他。哎，哟，黄导啊！你好。哎这小伙啊是我带来的，准备上我们的节目。黄导啊，嗯，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人吗？你咋自个儿带来一个呢？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广泛选拔，是不是？这小伙非常有特点，而且自己独创了一段舞蹈，听说搁网上非常火，我就借着你老人家这地儿啊，我审查审查的。没事先通知您，不能不帮助我工作吧？啊啊，这是帮助帮助。好，坐吧。好好好。完了，这回你遇着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啊！个完蛋的玩意！还能有比我强的？人家比你年轻。姜还是老的辣。不行啊，我得想办法让你这头的风头盖过那头。我帮你捯饬捯饬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说我认识你好几年了，你咋就还穿这身呢？你不能捯饬捯饬吗？你别给我俩巴巴的，别我呀！你要早告诉我，不就穿泳装来了吗？我呀都替你想到了，知道你这方面不行，给你捯饬捯饬。妈呀，这衣服能行吗？行吧，挺潮。导演说挺潮，拿出去亮亮那天哈、啊。头型也挺前卫啊。妈呀，这后面有棉布帘呢，他说挺前卫。小伙子啊，我们这个栏目你看过是吧？看过。哎呀，这里头主要得介绍自己的自然情况，你得好好准备准备，听着没有？我早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你看展示一下来。我跟你说说，啊，跟你说说啊。我是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普通男孩。但是通过我的努力，我现在已经是国际公司的原材料加工部门总管。妈呀，国际公司主管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就去世了，靠我爸一个人打工把我拉扯大。为了不让我爸操心，我不光完成了我自己本科的学业，而且我还打工补贴家用。本科毕业还勤工俭学，人家太优秀了，再听下去你一点戏都没有了。完蛋吧呀，没事儿，自信点。我对付这样人是有针对性的。你告诉你父亲导演真行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再让他唠了，快把导演给我运过来。黄导啊，哎，唠挺好的哈。挺好挺好挺好。过来一趟啊，跟我过来一趟。那个你先练一会儿啊、哦，别紧张。哎呀，导演，慢什么？你干啥呀？你咋的？哎，把导演吓一激灵。你说咋样不咋样？阿姨阿姨，这什么情况？那个黄导啊，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小宋，往前点。不怕的，不咬人。
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非常好找栏目的导演黄导哈、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哦，这吓一跳。没事没事，就是没有精神准备，没想到这么刺激啊。你要跟我出场了哇，精彩不断，刺激无限。你看小伙长得，哎呀，妈一看就才华横溢呀、啊，有才呀、啊。栏目名是您起的不？对对，是我起的。叫什么？叫非常骚扰啊。那叫非常好找，好找、啊。嗯，妈呀，我就寻骚扰呢。欢迎骚扰，欢迎骚扰。哎呀。哎呀，跟导演唠，你跟导演唠，好看。不好意思、啊，黄导你喝、啊。不是我，别害怕，我就站着，我站着行，站着。我就这么个人儿。你看导演长得要不，眉清目秀的。那个这么的吧，双眼暴皮的。你这么大鼻梁的。那个，你看大嘴叉的。大叔，大叔，不是，那什么你。你别说导演嘴叉的大呀，吃八方有苦啊。对，那个黄导啊、嗯、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嘴大吃得开。那个就别夸我了啊，你还是介绍介绍自己吧，好不啊？对，小宋啊，你跟导演好好说说自个儿，好好说说啊。那个你就拿这儿啊当录制现场啊，啊我们俩就是女嘉宾，你就随便展示啊，来别紧张，来。没准备啊。太幽默了。我展示了哈。对面的女嘉宾你们好。哎呀，那什么，那个什么，换个换个方向，换个方向，这边承受力能强一些。对面的三位女嘉宾，你们好。我呢，哥跟你们说啊，我是一名来自大山深处的有志青年。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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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青年？你听哥说啊，没从农村出来的时候，青年。现在不拱出来了吗？哎呀，你还是唠现在吧啊！唠现在、啊，唠现在、啊。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一晃好多年了，我也有理想啊，我也有愿望，寻干点啥事呀？没想到走一走，这左一步右一步，烧锅炉了，你知道吗？有那咱唠，唠一唠你的苦难历程、嗯。烧锅炉，但是我也挺有才，我终于熬成了现在熬成一名管理2000多人的高级 UFO。大叔，在这个那个大叔，嗯 ，UFO 是飞碟。那我那玩意儿跟飞碟似的，就是大点儿，里面通红，一点就着，一掰发门，呲呲呲冒劲儿。苦闹的，那个苦难历程啊，我有。对女嘉宾啊，苦难历程，我也有。苦难的历程啊，得说这么回事儿。俺家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啊，他妈就离我们而去。谁家孩子这么大点儿啊？我才多大啊？关于爱情呢、啊，在我心里啊，我是这么感受的。对于我来说啊，这个爱情啊，就用一句话就能包括了，就是苍蝇腿儿也是肉啊。有一个就行。黄导啊，那个你来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了呗。嗯。那小老头太可怜了，你就可怜可怜，让小老头上。不是小老头，我是小屌丝。哎呀。大姨啊，我跟你说呀，实际上啊，这个老头啊不适合上我们这个栏目，
但是呢，外部那小伙啊，极力推荐他，意思说如果他不上，自己都不上了。我看这种情况就搭一个吧，啊。那能上啊？能上，那是买一赠一。哎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，谢谢您。行了，大叔，你不用谢谢我，你要谢呀，就谢外边那小伙吧啊！哎呀妈呀，我得谢那小恩公去，你看我得谢，好好谢谢他，太够意思了。一般谁有这思想？太够，爸。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来相亲来呢。哎呀妈呀！你还来相亲来了，小兔羔，你看我今儿怎么揍你的啊！哎，不是你，你看我今儿怎么揍你呀？给我站那个地方，哎，别这么闹，你干啥？干啥都？你给我站，不是，给我站冷一样。不是，你干啥呀？你想干啥呀？你相不相亲的，你也不能打人家孩子呀。怎么打？我告诉你啊，他是我儿子。我这是教育他，这会鞋拿来了，把黄脑鞋拿过来。太激动了，大叔，你这是你，你给我过来。这栏目上不上的不重要，做人得讲良心呐。你怎么还学会撒谎扒瞎了呢？我什么时候我撒谎扒瞎了？你明明是一个串店后厨切墩的，你还整个国际公司原材料主管，什么玩意儿？人家俺们那串店名就叫国际公司，烤串不就我自己吗？那我不就原材料主管吗？说啥呢？导演呢？你来。那这样情况下呢？我这么大岁数啊，我就是图个乐，我上不上倒无所谓了。你看我儿子还年轻，给他个展示才华。你别那个导演上。那个给我爸一个机会吧，因为啥呢，我爸给我拉扯大也挺不容易的，我也想让他晚年过得幸福点。爸上儿上，爸上儿上，爸上。好了，你俩呀也别谦让了啊，都上。妈呀，这么想要的，谢谢啊。